我们呢要来看到第六场，第六场呢梭形对上线的比赛喽。那梭形现在在9点钟，蓝色的人类。好，对上线呢在1点钟，是应该算是2点钟吧，红色的虫族。好，地图呢是双界。双界为什么叫双界呢？因为左边跟右边的地形其实是不太一样的。就我们左边是比较草皮、草原的感觉，右边是已经烧过的痕迹。好，来，我刚刚有稍微加速一下，那前面呢稍微跳过比较快。现在呢，在这边一支工兵出来要做探查，人口14。人类这边呢，放下兵营，那应该是要来封门了。好，75块，我怎么讲17块？75块的时候呢，放下了他的瓦斯。好，成功上来了，现在应该要进去，他没有进去吗？哦，进去了。好，进去的话才可以知道对方有没有盖瓦斯，来判断对方有没有快攻。好啊，不让你盖补给站。好，盖下补给站了。好，现在这边矿也放下来了。好，是一个裸霜。然后呢，在人口17的时候放下孵化池，然后马上又补到人口18，所以非常营运，而且还蛮偷的哦。那没关系哦，他工兵去到你家，他知道你的家里的状况，知道你有一个瓦斯，所以不会快攻，至少不会二兵营填压啦。好，这只要是掉的话就尴尬了，应该是不会。可他应该要飞，应该飞往这个方向，飞往这个方向。他飞往这个方向的话就没事了。好，飞斜的话就是还有一点这个距离可以运用。好，现在的二矿好了。那等到狗吃好了之后呢，应该会有300块钱，就可以两边一起盖后虫。好，盖后虫，同时补了3只的工兵，2只狗。然后目前瓦斯是还没有开始挖，所以也没有任何的狗数可以提。好，哇，我们索性放下了他的第二个指挥中心，一兵营，然后呢军工厂。然后再改指挥中心，所以这是一个二狼前压来开矿。好，现在呢则是放下2根地刺哦，这两根地刺都很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斜口实在是，你可以从这边上来，你也可以从后面上来，一根地刺是不够的哦。所以像遇到这种口比较外面比较大的地图呢，就是二矿口比较大的地图，都会比较需要两个地刺。像那个塞尔那家洞穴也是，你要盖在门口，也要盖在矿离矿近一点的地方。好，现在继续的在补工兵，那王虫也是有在补哦，所以都没有到卡人口，或者是搜寻这边也没有什么卡人口的问题。港口应该是要已经是练习无数了。好，两个兵营，一个兵营跟一个军工厂呢，都是挂反应炉，然后我们有星际港。好，二狼哦，啊，准备来到你家了。好，这边盖下了蟑螂繁殖场。好，现在呢，就是补工兵，还是有持续的在补。虫族其实就是，如果你要走营运的话，你就是小心各式各样的一波，然后呢，要好好的来防御。好，这个时候一波来了，我们看看这个线有没有办法挡住。线其实一直都不知道，因为他呢刚刚
在金字塔的小狗呢，都已经丧命了，或者是离开了。所以先不知道这一波的来临。好，但是呢，我们看到这边有几只二郎线呢，有看到，所以线呢应该会哦，还补了五只工兵哦，没有，这五只工兵刚刚就补了。所以线现在如果他不知道他们注意到，好了，我们这边有个空降。好，线呢有发现了，狗已经上来了。可是狗上来没有用啊，哦，我们需要蟑螂。哇，这很多很多的东西直接上来了，多行这一波不好挡。好，一只工兵先被打掉了，那工兵呢？其他工兵全部拉去二矿来做挖矿。好，我们这边硬要点你的小狗狗吃。好，现在也是补下了十二只小狗，应该是能挡下来。看现在目前小狗的数量。好，来做一个包夹。这边有没有挡下来呢？好，算是应该挡下来了，加上有妈妈的帮忙，后虫的帮忙，好，成功挡下来了，然后同时呢打掉了医疗艇，好，算是守的还不错，哦，算蛮漂亮。可是因为主矿已经很多工兵被拉出去了，好，现在也是拉了工兵回来，好，主矿二矿呢再度的满营运，五十二只工兵对上缩进只有三十八只。好，缩进刚刚那个打法还不错，哦，这个很少会有重组，就是很少会有，只稍微你的等级比缩进低一点的话，你就几乎挡不住。现在也是挡得很吃力，哦，三只后虫，有蟑螂，有小狗。没有蟑螂的话，真的就死定了，哦。这个真的是还好有蟑螂草。好，现在又补下十一只工兵，天哪，非常会补，五十五只对四十四只工兵了，还继续的在补。那缩行这一场没有盖到第三个的新轨，三个兵营，一个军工厂，一个星际港，就这样子在出兵。那我们这边有一波兵，一小小波兵要准备出来了，他其他已经没有了，家里门口都空空，这其实是很危险的。现在如果这时候溜狗进来的话，这个索性得不偿失哦。那我们这个时候小狗现在已经知道对方要出来了，一台坦克有工程模式，我觉得这个索性应该很难挡，真的。好，我也是觉得他应该要回家，他不回家的话呢，这一波就会全部送掉了。停在这边是哪招？正是这样子很危险哦，因为就在监视塔旁边。好，现在在门口放下另外一个的孵化锁。好，一攻一防都在升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小狗是不是？对哦，有别的在哪里？哦，有啊，攻防升好了。对啊，好，缩行有慢慢的开始在集兵，好，刚刚这边有几支陆战队，应该就是刚刚监视塔那四支啦，好，先盖下他的四矿。非常的在营运哦，在冲这个冲人口，冲自己的军队。好，我们指挥中心呢来到了要三矿喽，不过现在呢小狗已经准备好了。哇，这是，然后现在是轻而易举的把对方咬掉，一攻零防的陆战队，还有一攻一防的小狗。好，同时缩进呢有另外一小批军队呢，直接冲上线的四矿。那线这边有一些蟑螂小狗，其实是可以赶快去救的，可是救得回来救不回来就另外一回事，应该是要取消了啊，取消，可惜哦，可惜哦。
好，底下刚刚的这个狗呢，也全部上来做回救。同时，另外一波的空降就在家里。洛星有没有发现？哦，打针哦，打针就是看到了。好，只要蟑螂啊、哦，哇，这个非常死了一只，很可惜啊。非常能不要死就尽量不要死，可是非常的血真很薄，很可怜，很容易被这个很容易被打爆。好，还有两只、三只，这边有一只在休睡觉。好，它有这个搜寻是有瞄准火力的哦，所以这几只呢又换了一只飞螳，而且还把另外一只飞螳打成半血。好，所以呢最后是打掉这边的医疗艇，同时这边有一只，一只是哪招？但是我们这边还有医疗艇哦。飞螳也在中间劫持、夹持啊。同时，我们另外一批的单位，好，现在直接上去了。好，只能说虫族的对空能力真的不是很好。你如果没有飞螳到处在分散的话，或者是赤蛇的话呢，基本上没有办法对空。那赤蛇打人类，一般人类、一般虫族又不会做，因为赤蛇实在是太痛。不管被坦克、被工程坦克、被陆战队、被胖胖、被赤蛇，都几乎是被打架的。哇，更多单位来帮忙哦，烙兄弟了。好 ，Sen 已经开始在升他的三本哦。那同时，哇，索性呢打到了 Sen 三点钟的这个矿，不是很好防守，有可能会掉哦。哇，差一点点。好 ，Sen 这时候大量的小狗过来围住这里的雷神，还有哇，我们这边小狗数量多到一个不行，哇，成功的守下了这一波。那这个孵化锁呢也很幸运哦，50点的血量呢马上被打掉。好，这边更多的蟑螂小狗呢直接要来咬你的这个三矿，不过因为是行星要塞很难打、哦、这个是必然的。好，蟑螂现在也拉走飞螳剩四只。哇，又点到一只，哇，又点到一只，哇，这甩枪果然很硬吧。好 ，Sen 呢现在已经开始在研发加三的攻防，而且呢放下了雷兽兽血。好，放下雷兽兽血的话 ，Sen 呢就要存钱一下了。Sen 现在其实是在存钱状态，用现有的兵力来做防守。哇，这个矿直接掉了。好，等到雷兽兽血一好 ，Sen 呢应该是可以直接爆雷兽、哦。我们现在钱呢已经来到1000。那可是现在会需要更多的，现在会需要更多的王宠啊。啊，需要更多王宠啊。我们现在这个雷兽数据是快要好了，可是人口上限只有168，不是很够。对啊，现在在存钱。好了，直接。诶，说好的雷兽呢？好，雷钻没升，有可能是在等这个基丁壳。那盖了三只王虫，好，我们的飞螳已经来到了五点钟的这个矿，五点钟的指挥中心应该是救不了了，应该救不了了。好，飞螳都来。都来帮忙，都来闹事！哇，这两个毒爆！哇，直接把你炸光了！好，这个新鬼呢，真的掉了。
刚才底下放毒爆实在是太酷了。好，游戏时间来到22分钟，那我们这边底下有一线，上面有一线，而且上面这波还蛮凶的，剩要怎么样来防守呢？我们雷兽呢在底下算是清掉了，3点钟方向清光，可是重点是，而且毒爆，哇，毒爆没炸到，毒爆如果能直接炸在这陆战队上的话，陆战队已经全死光了。那现在要跟你换家咯，要直接换你的三矿。他觉得他的四矿没有那么值啊，三矿比较值一点。好，很多的 CP 都遭殃哦。雷兽现在没别的事情做，他就只能这么做。那我们看到孵化锁，哇，真的爆了，剩2矿3矿，公兵全部都在这里。所以现在是需要用全力好好保护3点钟的矿啊！好，人口170对上139，所以现在呢目前领先。好，持续吃你的一些单位啊，我们马上三矿。好，现在又折回去。他不知道中间有。啊，说起来是很不放弃。大家要这样输的话呢 ，NSO 其实就定胜负了。不过很难说。好，雷兽还是很辛苦哦，打陆战队打成这样。好，同时呢，3点钟方向有另外一波的小小攻击，16只的单位。冲上来之后啊，被这个英霸的感染呢吃光了。好，雷兽数量还是很多，这边来到了6只。哇，这来不及取消飞哦，直接爆了。那雷兽的攻防是35，所以很痛哦，痛是归痛。陆战队这边是33，可是坦克只有2+2攻。好，先要攻击了吗？这个雷兽数量好像不是很适合。索性的兵力有没有有增无减啊？其实还好，因为这黄金矿一直盖不了。这边有一个遁地的异形小狗，索性的这个四矿保住吗？应该很难哦。哇，直接又飞起来了，非常快速的速度。那现在再生巨型螺旋塔。好，这场打到现在都还不错看哦，两边都有在换家，而且也都有换掉对方的经济。Sourcing 四矿如果开不起来的话，它就是维持在2矿，因为它主矿已经挖干了。好，现出了一些腐化飞虫，应该是要换成寄生王虫。等寄生王虫出来之后呢？Sourcing 要怎么打，我就不是很知道了。看一下，寄生王虫有没有？寄生王虫已经出来了。巨型螺旋塔剩2秒，1秒。哇，刚好转换下去，刚好被看到，这实在是太衰了。他可能会开始出围巾之类的哦。啊，围巾第一台。啊，人类已经是整个落后，大号落后。那现在用钱用很凶，用到只有不到200。好，一样是4对4，所以
四个矿，对，四个矿。好，已经有，好，我们这边有三只寄生蝗虫，后面还有三只，所以一共六只，很多哦，这很痛啊。好，要直接来打你的这个四矿了。但是同时呢，索性也是拉了他的军队从左边上面攻上去，也是要打掉你四矿，所以两边呢是互相在吃。这是现在的四矿没错。好哇、啊，这里这时候呢，雷兽还有小狗出来解围，解掉吗？我、哦、差一点哦，吃掉了，剩下一台、两台医疗艇。里面是空的哦，所以也还好。主要是右下角这个矿已经被解决掉了啦，是用着寄生蝗虫。那我们这时候小狗要直接来到，没有啊，没有来到，没有 S 一啊。这矿是很快就被拆掉，然后直接攻进来。哇，风行这边有点难打、哦。那后面呢还有寄生蝗虫正在飞往它的三点这个第三个分矿。说自己没有兵啊 ，GG well play， 然后呢 ，good job。那 Sen 呢取得了季军，就从这场开始算哦，所以，恭喜 Sen 呢拿到了这次 NASL 的季军赛。那也是 Mouse， 说自己呢下次多多加油、哦，没有那么 Sen 呢没有那么容易，对啊，那我也是期待下次会看到 NASL 的总冠军赛呢，不是两个韩国人，那每次都是两个韩国人，好 ，Sen 这次差一点。好，总之呢，谢谢大家的收看啦。那我是贝塔，那记得记得订阅贝塔Star Club，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